明星键盘手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来宾，因为每一年年底都一定要有他来，我们今年才会算是过得圆满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凯乐。大家好，我是凯乐。今天我们不唱歌，我们就纯跳跳舞，来泡恋爱泡泡糖。I'm ready。我来学，我来学。一开始，因为最近在 IG 上面有非常多人都跟着你跳。没错，因为我在那个 TikTok 抖音有，发布每一段非常简单恋爱泡泡糖这首歌的副歌舞蹈动作，对，所以很多少男少女都在跟着学。对，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也要跳。好，来来，首先诀窍，先玉林哥的手。这样我会学很快，就是玉林哥的手准备好，然后凹的时候手打开，然后胸部撞胸，左边右边，然后 wave 两下，对，下来，然后再一个圆的 wave， 然后抓抓，哇，蛮妙的一个动作，抓什么？可能是一些灰尘吧，可以吗 ？OK OK， 想歪了，想歪了。年底快到，抓一些好运，把一些好运、财源滚滚，工作机会抓在手上，抓住，抓两下，然后再把它甩掉。那是一个坏运吧？我要把坏运抓进来，然后再甩掉。对，不要，我不要抓好运，哈。好，然后再甩两下 ，OK， 然后就跳，跳，然后扭屁股，扭一个屁股，然后 What？很好，但是你要站稳。你再一次，因为如果没站稳的话，就会丢脸，对不对？就是这样。好，然后你要从头再来。还有，好，这样。What？ 对，然后就跳绳 ，chewing chewing gum， 好，就这样。好，可以吗？你在找什么？好，我在找跳绳。忘记带，OK， 那没有 like chewing gum 那边哦。好学，因为我想学是拳拳钢琴拳钢，这边要卷头发，然后就是非常简单，扭屁股 ，chewing chewing gum， OK，chewing chewing gum， 右左右， okay. 左右左，然后绕头一样，然后再左右左，就这么简单。好，累了，好，我为什么喘了？我们就这段吧。好，那我们就跳 chewing gum。好，来，好，恋爱泡泡糖，我准备好了。忘记了。甩掉。对。跳绳。可以啦。好，不错。耶！哎，我去换一下鞋。好，那你自己去把鞋换来。可以吗？可以。我来帮你介绍一下，这次的新专辑。哦，西小瓜有进来是不是？西小瓜跳得不错哦，因为这次的新专辑，凯乐总共准备了5首歌要分享给大家。其实每一年的年底，我们都非常期待凯乐发片的。真的吗？那这个时间发片，很明显就是要来接商演的。你干嘛这样讲出来？你要这样子。半刷新美业站接到没？接到啦。那这个时间发片不是在接商演吗？你问我尾牙接到了吗？尾牙接到了没？接到啊！哇哇，校园接到没？有啊。跨年接到了。哇那根本不用怕什么，接到了，根本不用怕什么天王天后嘛。没有，我是为了我的粉丝，因为我的粉丝虽然我已经一年发一张，非常幸运了，可是我的粉丝。从今年等到12月，他们还是说让我们等好久，我就觉得我的粉丝真的很会聊天，很会说话。而且为了要避开凯乐的专辑啊，听说罗志祥专辑还不发了，是这样吗？就罗志
祥的专辑改成单曲，因为要避凯乐。没 有这件事吗？没有这件事，是因为刚好他们整个那个制作的行程都 delay 了，所以就刚好。你整个创造力的人都来做凯乐了。没有，是我想说哈什么，老板要发了，那我赶快先发。你跑在他前面。是我要避开他。你就叫他再往后一点。就是老板，你先不要这样子，手下留情。而且这一次专辑很特别，只有五首歌哎，五首歌，因为以前都还有六首，对不 对？因为以前是有想说啊，可能可以报金曲奖，现在干脆放弃了。是金曲奖的标准，没错，因为单曲一定要达到六首才有报名金曲奖的资格，所以我们就干脆收到五首就停止，就不报了。好了好了，免得别人说我们没入围，我们没报。我看今年年底天王天后，你就是敢不报金曲奖，我不报。什么什么蔡健雅、蔡婷，你们就慢慢报。我们凯乐不跟你们争了，我们不报金曲奖。对对对，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我觉得态度拿出来就是真正的天后。没错，因为我这张就是走一个叛逆坏甜心的路线，就又怎样？我就是不抱，就只有五首歌。对，怎么样？这一次凯乐回来之后不一样了，跳舞越来越难呢。你有觉得吗？有啊，因为以前的还没有那么难呢。因为像有些女歌手在那chocolate 就这样而已。哎，那不是我的吗？可是这一次又再升级一点了，因为这次请了那个韩国的 King Se Hwan 老师编，然后可以跟那是什么台语吗？韩文、啊、怎么念 ？King Se Hwan 啊 ，King Se Hwan， 他教过很多厉害的人哦，对，炫雅，对。还有很多厉害的韩国艺人、嗯、所以这次可以跟海外有那么有才华的老师合作很开心。他编的难吗？最难是哪个？就是屁股吗？还是哪边？我觉得最难是里面加了很多小的地板动作，所以要下去再起来，下去再起来，所以就会很容易膝盖会淤青啊什么的、嗯、所以就是他里面会有很多厉害的地方，就是一些。那五首歌总共会有几首主打歌？大概就两首啊，该不会第二破也是像今天爱的没那种可爱的吧？就是还是有一些甜美轻松中版。什么时候会听到？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会听到第二首？下个礼拜就可以了。下礼拜17号。17号不得了，17号大日子，大家一定要空下来，把双手空下来。为什么？上网点你的歌来听啊。对，因为他已经抢先知道我第二首主打歌的歌名了。对，就跟大家预告，双手一定要空下来。干嘛？你是不是对我的歌名觉得非常好？我很爱，因为真的、哦，尤其这首《恋爱泡泡糖》第一天上线的时候，我12点就上去听耶，我听到大概第6秒就笑出来了，那是群刚群刚，我想说什么是群，我点开哦，群刚，群刚。你都不知道这个有多难念啊，很难耶！我在录音室唱这段唱要发疯了，所以后来那个老师就复制贴上，你只唱一遍，对不对？就是怎么那么叠的？我真的都有上，因为我制作人是季佳聪老师，他英文又讲的标准，哇、oh, wow. ！对，所以他对我的咬字和那个腔，他很要求。嗯、那一段录好久哦，真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凯乐的表现，而且今天呢 ，MV 持续在发烧影片上面，以为还破了100万呢。对，今天这个真的很值得夸奖哎。谢谢，非常感谢我的粉丝，就是3天可以破100万这个点击率，谢谢你们那么努力帮我看。而且他还持续在发烧排行榜上面呢。是吗？我一想说，哎、欸，怎么还没掉下去？你我想说王心凌出来了。哎、欸，对你已经会唱心凌的歌了。应该我也会吧？我还没有练呢。那你带梳子来干嘛？你到底刚刚来干嘛、啊？我怕我头发乱，我可以梳梳头啊。这个是哪边梳？蛮特别的。对啊，我的梳子耳环，然后这次连眼线也有加一点点小粉红色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妆，这两边还会点那个星星痣。今天刚好不是化那个妆，今天是化粉红眼线妆。今天这套衣服也是没有这么常出现的，对不对？对，因为这套就是芭比套装，其实原本定妆的时候里面是直接内衣的，嗯，但后来被老板觉得尺度太大，就改成小可爱，好可惜哦。不然就可以真的是马登马朵再置入一波，收钱，开玩笑的，马登马朵。蛮好笑的，好笑吗？耶、yeah, ！你有想念他吗？你拿这个干嘛？你有想他吗？说真的，他没有啊。我看今天要跟大家公布一个秘密耶。什么？这个秘密我已经隐藏了1年，我都没有讲出来耶。你是要讲啊？好，算了，不讲。不要讲吧。好，不讲。不要讲，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讲。把手套脱掉。脱掉我就不讲。哎、欸，怎么好像卡住了？怎么就脱不掉啊？奇怪。卡住，我脱不掉。那我帮你。哇，
你还戴两个手套啊？不是啊，这是你刚骑机车来啊？怕晒黑？防晒？不是啦，这是那个造型，我这里面是套头一件的，蛮性感的。因为是薄纱、啊。你的会不会？你家小可爱要弄好，万一滑下来。哎，我那天拍 MV 拍，小可爱滑到这里我都没发现。哇，那现场真是赚到哎！他们好像也没发现，大家都太累，因为那天拍了15个小时，拍到早上5点。哦哟，这个单元怎么还没有被取代啊？我们本来想玩狼人杀，可有些节目太红了，我们不敢学。哦，该不会是娱乐百分百？你有看了？有，哎，狼人杀真的很好看耶。你知道那个每次那个单元都是最多人进来留言的，就是他们都会一起参与。而且我看到现在有几个艺人，我开始不爽哎。谁？就想说玩成这样还来啊？走心，对，这个游戏有些人破坏整个局面呢，就是我看到牙痒痒哎。你是不是很会玩？我没有到很会，小会小会。下次要不要来？好，我有报名了，我跟小黑姐报名。真的假的？我们很缺，因为那个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录。可是我要去的那集一定要有焦凡凡。为什么？因为他够笨。会吗？我觉得他玩的蛮好的。没有，我觉得他有时候破绽有点出来。是啊、哦。没哦，可能我比较熟，我会发现他有在说谎。好。所以到底有没有说谎、欸？你还没忘记这个？对，就想说，哎、欸，就狼人杀会说谎，今天就不能说谎。好、啊，对不对？那问我什么问题？好，来。哦哟！你看，今天我们算是大放送了，只要电到一题，我们就不玩了。真假的？好不好？一题就好。好。所以你就尽量说谎。好。先测我心跳。没错，先来测一下你正常的心跳。这样对吗？对。要不要帮你收一下那个手套？那我放这好嘞，这个拿去洗碗也不错。不行，那真皮。啊，这是澳门的，那不要。真皮的。好。测好了。来，有没有问题？哎、欸，他们说我们俩会聊到都不理网友，不好意思。没、啊，现在就是要理了，现在理你可以问问题了。好，你觉得今年这个年底啊，天王天后发片啊，对，就是凯乐算是一线的吧？不是，还没。算脱线，所以没有是凯在心中没有觉得算是一线的这样，还没有，还要再努力。好，这就是问题了。嗯，好，还要再努力。因为我被电就代表说你心中就是一线，真的还要再努力。怎么这么久？它是3回合嘞。还是我们重看一次。好像坏掉了。会不会他不知道凯乐，他没办法分辨出来一线还是？分不出来。就是以前是蝴蝶姐姐那个啦。是。你知道吗？专辑卖很好。有主持娱乐百分百。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去新北耶诞跨年商演，他都有接到。谢谢谢谢大家。好，我们重测一次心跳。好。哦，有很多人来问问题了。哦，包岛叫麦哥也来了。哎、欸，真的，叫麦哥，嗨嗨，好久不见，谢谢你，叫麦哥，他称赞我。好，我看一下。鱼板的底垫比跟贴片是真垫还是假垫？200%是真垫。原哇，可是今天就是没什么好说谎的啊。例如说，哦，凯乐恋爱老板吗？会有几支 MV？ 然后为什么想当坏甜心？然后会跟老板冷战吗？这些好像都还好，没有什么值得说谎的、嗯。好，我知道了。放好。我们先问一题简单，我们先来看这机器人正常了没啊？好，你觉得这张专辑有比以前的都好听吗？哇，这好难回答哦。没有、哦。可是我觉得以前也很好听啊。可是我觉得有，因为我唱歌有进步一些些。嗯。就是有。有。好，希望机器可以明确感应出答案。坏掉了。还有别台吗？还有别台吗？对呀、啊。哎、欸，没电到、哦。对啊，坏掉了啦。可是他刚刚没电呢。要不然我自己试一试好了。啊，请问你觉得凯乐唱歌好听吗？哎、欸，为什么有人问啊？怎么
么聪明。江云锦是谁啊？应该是我铁粉。那他怎么会知道？啊，我知道他有录我们鱼百玉录的单元啊。对对对对对，难怪。难怪。请问你觉得凯乐唱歌好听吗？嗯。我按哪一颗？我忘记了。这颗好。凯乐唱歌好听吗？比我好听。如果背电就代表。你觉得我唱歌比你难听？你干嘛闭眼睛？不是，他有点在通电，你有觉得吗？就是放上去的时候。有吗？你看都没有答案啊！坏掉了，好紧张哦！哎呀，你骗了！没有没有没电没有电，哦没有电，没电到。嗯，好了，先把这机器收起来好了。坏掉了，这机器真不听话哎。还是我用演的。你觉得呢？我们不接受任何女明星来这边用演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如果来这边用演的，她一辈子会不红。你把这话收回去。呸！好，反正来说，我看这机器很不准呢。怎么又有？怎么会这样啊？你们到底买几台、啊？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没电呢。啊、哦，有有有。好好。我们现在花多少钱在玩这个啊？先看一下正常的声响。你们是制作费很多编在这边。没有，制作费就只有在这边。测我的心跳。还有人问我什么问题吗？就是没有答案的今天。上次跟爸爸去庙里拜拜，被记者拍到凯乐，有看到新闻有。有。而且我真的没有完全没有发现有人在拍我哎。看得出来。厉害哦。不然我就会很专业。对呀、啊，对呀、啊。笑容。好，那不然。你问我。你觉得这样唱就会大卖吗？当然要大卖啊！要会。我们先问一些有的，先问一些有的没的，先确定这机器到底能不能用啊。可这样我会很紧张，它是不是就会电我？可是我觉得会大卖，我希望大卖。我觉得测谎机这游戏没电，对不对？没有电。好，我们把这机器收起来了。耶！这两个都没电了。耶！好怪哦，没有，它没有调真的，它刚声音是电的。是电的。好吧。手套戴起来，手套戴起来了。哈哈哈，不用背就好干净。好，我们先拿这个泡泡糖出来。哦，对，因为这次到底为什么要叫泡泡糖呢？这张专辑为什么叫泡泡糖？就是因为我的第一主打歌是《恋爱泡泡糖》，所以就以这个为主轴为概念，所以专辑的长相啊，还有里面 CD 包装也都是像泡泡糖的概念。然后所以专辑的背后也有像泡泡糖一样写成分是什么，就蛮可爱的。所以这一次会制造出一种就是让别人想吹的感觉。对，所以。然后这次我非常感谢很多艺人朋友或者是粉丝都主动帮我吹泡泡，然后自拍照送给我，因为就帮我宣传嘛。因为本来以为是个好吹的东西，没想到这么难吹耶。不好吹，所以是前一阵子就要收集那个吹泡泡自拍照的时候，我跟一些男明星的对话就很容易像开黄腔。好，你怎么样？他们就说很难吹耶，都吹不什么的。然后他们如果是旁边的人听到，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那你有拍照示范给他们说，请你跟我这样吹？没有。我们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吹起来。你是吹一颗吗？一颗、啊。你吃两颗哦。我是吃两颗。你什么时候拿的？我是那个拍照和拍 MV 都是吃两个。你想上次吃几颗？上次一个。因为真的很难吹耶。真的。你小时候有吹泡泡吗？有啊。小时候超级简单的，现在真的不容易。小时候以为吹泡泡很容易呀、啊，长大后不容易吹呀、啊。真的，而且我小时候可以吹泡中泡，就是泡泡里面还有一颗泡泡。哈？嗯，很厉害吧？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吹起来吗？嗯，好。好，不讲话，吹泡泡。现在是比谁先吹起来是吗？嗯。转过来看节目的人会很纳闷。我们拿个板子好了，以免在下面没事干。啊，忘记送你这个了，达斯林的那个妈咪马卡龙。好。这是我签唱会的日期，失败。
12月16号星期天下午1点半在台中的大鲁阁时代，然后晚上6点半在高雄的梦时代。12月23就是下个礼拜天，不是下个啦，就是16号的下个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对，在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然后是下午1点半。而且要来哦。请问这一次签唱会上啊，你会自己把全台北市的敲冰砖的那个棒子都买走吗？也太难了吧！因为你怎么做，罗志祥都有招哎。真的，可是他最近非常忙，我觉得我不确定。他会到吗？我觉得好像不会哎。那还会有冰砖吗？就看那个数据。因为以发片歌手来说，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敲过一次真的冰砖，对不对？对啊。都被别人敲掉了。都被老板敲掉。对。所以这次必须要卖得好，才会有机会可以敲到冰砖。然后同时你要把你卖专辑的版税再拿去买更多的锤子，以免罗志祥买到市面上的锤子。哇！成功！好，我吹不起来了，我要放下来了。这么容易就放弃？很难吹耶。真的蛮难的。可是我觉得不得不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炫耀耶。什么？因为不是有非常多人 po 吹泡泡的照片吗？对，我的照片居然在罗志祥的前面。你是全部的人的第一个，你比我本人的还早。那个一点开居然是我哎！我看为了这件事情，耀姿还生气哎。我唱片宣传。对，你们公司同事。笑死了，因为你真的找到我们吓到人，说怎么你怎么那么厉害？我早就准备好了，我还怕耀姿买到去收刮便利商店的飞雷哎。没想到他们公司还有存货，气死我了！但你还是赢了。所以现在流行的除了吹泡泡以外，还有跳舞，对不对？对，只要有跳舞 po， 然后 po 上去 tag 凯乐，凯乐都会看到。没错，要记得 tag 恋爱泡泡糖 ，tag 泡泡糖 ，tag 我，然后有机会就被我放到我的现实动态。我最近已经放了好多个，他们都好会跳哦，我的粉丝。因为凯乐现在现实动态多到我已经没有点进去了，因为想到啊，今天一定又是那些人跳舞。没有，可是偶尔点进去发现有惊喜哎！张立阳吹泡泡，911吹泡泡，就是有吓到，对不对？然后他说：“好吧，那只好就把剩下的点完。”我说：“哦，又有一个新的哦，好，我继续看。”真的。好，我们今天还有除了测谎机不玩之外，我们还有别的游戏。好，我们先来玩哪一个好？那边吗？好，我要把泡泡那个涂掉哦。好，把它涂掉。我看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小泡泡玩完了，我们去玩一个大泡泡。好啊。我们要走过去那边了。现在大泡泡比较难玩一点哦，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反应。好。那例如说我会出题，例如说请凯乐讲出三个好听的歌，然后就是你在这边回答的同时呢，我就可以一直打气。哦，好好。然后，所以我觉得多，那我先挑战还是？没有，我们轮流问。哦。就是如果你回答完了，你就换过来压气球这样。OK。好。我先坐哈。对，我们要坐着吗？还是我要在这吗？好。好。所以我问完一题，我们就换位置。好。那我看这个。好紧张哦，泡泡很大吗？不，气球很大吗？我也不知道。好，一开始應該请讲出三首罗志祥的歌。精武门、撑腰、恋爱达人。好。你刚换位置吗？啊，这么远了，我这样走前面。你的是这张。请说出凯乐发行过的三首歌。恋爱泡泡糖，然后巧克力，还有今天爱了没？哇，好厉害哦，好强！我想说前面就慢慢来。好哦，也对哈。好。请讲出五个我的优点。幽默，皮肤好，变很瘦，然后头发染得均匀。你是发型师。还有一个，会主持。好，来，他最大会到多大、啊？我不知道，会最大，会蛮大的。那所以还有很久，是不是？会不会都铁手了还不报？请问，先问完的案。啊、哦，对不起，你怎么那么精明啊？对，偷作弊啊。请问。对，给这里面是这个，是给凯乐，那么这个，给凯乐就是你的。那请问我要闭眼睛吗？好，三号，请问五个成语形容《恋爱泡泡糖》这首歌。黄莺出谷。甜美可人。哇，是成语吗？算了，一鸣惊人。有。然后哇。
池鱼之殃。哪？为什么要叫池鱼之殃？为什么？解释。因为敏相一出来，其他要发片的什么人都吓到了。他说啊，有凯乐，他们就遭受到这个池鱼之殃了。真的是记者，对不对？我这个成语用得好，你的文笔真的一级棒。好，还差一个，对不对？嗯，七上八下。为什么？因为你那舞蹈动作，你的扭腰，你的七上八下。合理，合理。这题目也太难了吧？超难。好，换我，换我。我觉得这一题题目比答案还长哎。邱雨辰、威廉、韦静、丰田可以跟谁交往？邱雨辰、韦静、丰田，还有谁？就这样。哦，这三个。雨辰、韦静、丰田，要交往多久？一个月。一个月啊？啊，他因为你知道，他们真的都会看呢。哦，真的，所以这不能乱回答。对啊，都。很难对他们交代。我觉得韦静比较好回答，因为他还在当兵，他不一定看到。所以先不要选韦静。没有，我觉得他就直接选韦静，因为其他三个都不会得罪。因为韦静在当兵，他也不知道你选他。韦静。好，我还帮你选啊。你人好好啊，你人好好啊。那么会不会韦静今天休假？你没有没有，他礼拜五没休假。请问？对啊，交往多久啊？韦静呢？韦静人很好，个性很好。那我们就交往到娱乐百分百一直播下去的那一天。哇，那可能无穷无尽哎！确定吗？我正钻你哦。哎，请问，因为凯乐还有一个车贷、房贷没缴清。对啊，是两个哎，一个房贷。讲出三个最让你想用泡泡糖黏住的艺人。凯乐没了。什么？为什么？因为只想黏你而已。你少来，王心凌你不黏。死不回答哎、欸，结果就爆了。我耳朵要坏掉了，所以换我做吧。我是先把这个穿进来，对不对？先穿进来。你不行问，你只能靠自己。哦，没有，我现在只能问，因为他们不能进来。哇，这好累哦。好，来。哎，很大声哎。好，来来。好，请问。我看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了，因为我现在有点耳鸣，可能就要吃那个恋爱泡泡糖吧。讲出凯乐十二月三场活动，哎，不对不对不对，请讲出心情不好的时候最想吃的甜食，三种。好，恋爱泡泡糖、七七乳加巧克力，合理，还有那个彩虹糖。啊，合理。凯乐这边装了，人家合理。一桶呀，一桶呀。好，请讲出三个最不想再跟他们玩狼人杀的人。啊，我知道，我知道。黄少谷，好，陈零九，梁以晨。哦，你往厉害的回答，对，太强了，他们都太厉害，我每次在他们旁边就显得像笨蛋一样。而且不得不说，哎，加尔加尔。我看到陈零九居然为了这件事爆红哎、欸！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去点开陈零九的歌下面，全部都说我是看狼人杀才来听你的歌的。没错，你都知道那个单元现在多恐怖，那爆哎、欸！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要真的很厉害的话，再去上，不然你会不然会被骂。对，好，请问，请讲出凯乐音乐上合作过的两个男艺人，很简单吧？好，罗志祥跟谷谷。哎，你也要按吗？回去，回去！你也回答太快了吧？好，请讲出《恋爱泡泡糖》这首歌的编舞的老师有教过哪三个韩国艺人？炫雅，是不是 ？For Mini， 还有一个 B B T O B， 好，耶 ！B B T O B 是可以这样分开念的吗？那你教我，你教我。我不要，我怕念错。
这怎么念 ？B to B。OK。B to B 粉丝 ，I'm sorry。没事没事，顶多他们不要听恋爱泡泡糖而已。他们很多哎。不要这样子 ，B to B 的粉丝不要这样子。没事没事。请问最近最常听的五首歌？哦，恋爱泡泡糖，然后 Chocolate， 今天爱了没？还有捏你吧。哇！唱一首怎么办？你讲，你真的有在听的？致未来的恋人。会选，懂听。哦，吓死我！那首歌去哪里听？我还不知道哎。啊，还没上架，下个礼拜十七号。十七号第二波主打啊。第二波。好哦，这个难呢。很难哦，请讲出《三人行》的第六句歌词。我知道我很适合房间冷的围炉中，温柔体贴跟我不熟。哎，完蛋完蛋完蛋，体贴跟我不。第六句，《三人行》的第六句。我知道我很适合房间冷的围炉中，温柔体贴跟我。我觉得快饱了。哎，我想不起来怎么。第六句。你从头开始唱。耍幼稚，耍幼，耍。那你选一个答案啊！我哎啊！对，你好，一遍空白，我来刷二分。师傅早已经打给你。其他现场耶，还没放，还没放，耶！这首歌那么难啊？超级难，请问，我要挑一个男的。你可以自己出没关系。请问你访问过艺人谁最难访？哇！好忙，我好忙。我知道了。谁？是金宇彬、Super Junior 还有 B to B， 因为我语言不通。完蛋了！谁害我啊？完蛋了！来来来！哇！哦，来，这我没有乱出哦。你看啊，我这上面的，请用三个成语形容变瘦的关韶文。沉鱼落雁。妖娇迷人。妖娇迷人不是谁？一表人才，一表人才，一表人才可以。一心一意。什么？你解释完。因为从你变瘦，我们可以看出来你一心一意、非常认真、努力在节食，然后做运动，我们很感动。好，过关。耶、yeah! ！最后一题， yeah! 我觉得这题一定会爆。我也觉得这题会爆。我现在反而觉得压的人比较可怕，因为压的人要知道他爆，可是我宁可就是我不要看就好。请问，因为压的人其实很近，你知道吗？超级近。请说出凯乐十二月三场活动的时间地点。十二月十六在台中跟高雄，十二月二十三号在台北。你好厉害哦！好了好了，又换我，他真的要爆了啦！他真的要爆了，我快没题目了。好，我知道了，用三个成语形容凯乐。三个成语，也没有在玩啊，沉鱼落雁也可以啊。我不好意思啊，自己说自己沉鱼，我开不了口啊。大智若愚。啊，大智若愚可以，合理。怎么不会爆啊？门可罗雀。什么意思？哪个门？你讲清楚。什么叫门可罗雀？因为我看到。什么门可罗雀？没有，因为我是宅女，所以我家附近都没什么人。搞错，想歪了，那是什么门可罗雀啊？你以为是哪个门？没有，我以为你家会放饲料，想说麻雀会来吃，对。好恐怖！这个不玩了，这个不玩了。你们那个气球哪里买的？鱼摆要买这个。可怕的不是气球，是那个机器。哦，好恐怖啊，好大。我就上次就把那个弟弟的脸换成那个凯乐的脸，为什么？因为更欠揍。为什么？好，下一关，下一
关，好累哦。还有、这个比较没有那么激烈了。Google 小姐猜歌词，好，就是她会出题目，然后我们知道答案的去前面按铃，然后抢答。这个我有点弱哎。好累，好累。好，可以给我喝一口吗？可以啊，可以啊，我没碰到嘴，还是你没有水？怎么倒？你直接用倒的。好，好，好，好累啊。OK， 我们就轮流喝水，直到节目结束吧。OK， 这很 free 啊。来，三 ，Google 小姐，请出题吧。我先把这个板子拿到旁边去。吓得我都。我们的小狗食量变好，小眼神里常常显得无聊。它习惯睡觉的床尾少了一双脚，所以它常常看着门口睡不着。我在搞笑界，搞笑，搞笑，带着心。啊。对，我们的小狗食量变好小。哇，这题好难哦！ Yeah! 太久没听这个歌了。Yeah! 事情如果那么简单，那就好了。想让自己不见，瞬间就通通消灭。人类如果没有心脏，那就好了。受伤不会流血，悲伤也不会流泪，不需要有疲累传染颓废，不需要愚昧的尊严。好好好，好深的。对不对？假装如果我妹妹一点不屑。什么？我说唱个两句。你刚刚在干嘛？没，你刚才太大的耳鸣，耳鸣啊。没有没事没事。我知道我很难伺候，房间乱到没路走，温柔体贴，我都知道。大哭三人行，就是我大笑会吵死邻居睡不。耶！我刚刚凯乐只是会唱三人行，可是他唱不出第六句。就是前五句 OK 啦，第六句唱不到。好，二比一。二比一。林头宰豆牧师，蟑螂蟑螂无畏，老公公保佑哦，保佑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林头宰豆牧师，蟑螂蟑螂无畏，老公公保佑哦。康康哥的歌，黑皮锅史爹哈哈哈，嘿嘿嘿，就你家大门亲，大把狗拉杂烩，黑皮锅史爹哈哈，祝你生日快乐。就你家大门亲，大把狗拉杂烩，假大门亲，大把狗咋拉嘿？中文。快乐鸟就是这样。这不是，这不是， yeah, yeah, yeah. 不是我年代的，抱歉。刚刚那个外面的人跟我讲的。哦，你也没听过。好，三米，哎呦，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得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相遇。哎，你同事会玩呢？对啊，好难哦，好聪明哦。大家不要以为我又在骗人，你接到我的电话以为我在整人，这一次其实我超真诚。这很红哎，从外太空找到刑天宫，我不是在吹牛。如果你的名字叫名人，我是说你的名字。沈玉玲啊，我要找名人。名人管他是名人，送名人由名人假名人，欧阳名人上。居然还放沈玉玲的歌。你们品味很棒。先不要讨厌我，这一次你眼镜别破，不要转台再看一下，别走开满汉大。波波一米总爱吹牛，那位他我从来没见过，乖乖排见我就装起坏，这幽默评审也看不懂。你真的知道吗？泡泡糖渐渐鼓起，就像咬着定时炸弹越吹。你的歌你听不出来。完了，我又突然会忘记那个歌名是什么。他，我知道啦，我知道。哎、欸，他是大赢啊！对啊，耶、yeah ！三啊，七比三啊！可以了，可以干嘛？没，还有很多。哦、还有。工作很忙，没有谁不忙，我在工作之间流浪，剩下的未标示的时光就像一个空罐，找不到任何事情可以填满。有一种情绪是不具名的悲伤，跟我爱不到的那人仿佛你现在哪听到了不具名的悲伤，闷响越听越觉遗憾。我哇，你今天我很少输那么多。哎，真的假的？而且你有点喘哎、欸，对，因为我今天喘太多了。哦，还是现在脱掉？不是，因为他们现在脱掉可以。我里面还有只剩这样哎、欸。
那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想说要帮我跟你准备一样的，没想到你这是薄纱，我以为都一样高领就好。哦、我想这大毛衣太热。好，下一题。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告白气球，告白气球。金微笑在天台、哦。好，这个可以。嘿，不用教我，教我跳舞怎么交代，怎么打分数看，不管什么流行路数，享受快乐，享受不庸俗，这招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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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那个中国话 SHE 你以为他真的念绕口令啊你还查那绕口令叫什么名字啊扁担叫扁担好难哦朦胧的时间我们溜了多远冰刀画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稍嫌狼狈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最长的电影融化了眼泪女装再给我两分钟好强啊干嘛凯的队友没帮忙你就不会啦他们休息他们累了好来来这么快好因为太想了解彼此所以选择在一起因为太过了解彼此我们一直前进没答案所以选择要分开就从爱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开启我开着玩笑却不知道该开往哪里你抱着他他抱着你你抱着欠他抱着愿于是在最后的一个拥抱之后说了再见于是在最后一声再见很红哎、欸、还不需要装乖哦，谢和弦的，是吗？对吗？对。哦，好强哦！我耳朵。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玩哎。对。还有。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那个气球啊，许哲佩。他的大的、小的、圆。好，还有六题哦。哦，这么多。好。自信的雅典娜女神想爱就来有谁懂我爱情能谁笑、哦、不是巧克力巧克力的前面一首爱升温爱让你久等啦啦啦啦爱让我久等啦啦啦啦爱让爱久等越等越期待你刚刚知道吗我以为是蔡依林的歌不是因为我就是会很容易记错事情我知道是你的歌后来我就知道是我的歌对这个毛巾可以让我擦汗吗？可以可以。这游戏好激烈啊！OK OK。来好。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那个青春修炼手册，左手慢动作，好厉害啊！跟着我，左手。好，最后四首。好。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来讲出来想要你乱讲拥抱好了要再念一次吗一样啊、鱼仔鱼仔你刚刚是说什么一样是不是他们是说一样然后我说一样听说他们打 pass 以为是一样对、啊、鱼仔好最后三首好最后三首你瞎拉最拉扯吧奇葩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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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累吗时间没有那么多怎么你都没事做只敢在暗处放火够了给到给到以前明呛容易够了现在案件老板的歌让你思想停在侏罗甲在暗处给到给到好下一题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会不会我就被神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未来会怎样谁敢保证呢此时此刻怎么轻飘飘的好像不是真的真的以为情歌还不都是骗人的真的忘了世界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久了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啊、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太超现实现在几比几谢谢你现在十二比哇他十二好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做好做好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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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A 绍克拉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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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一绍克拉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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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一。没了。我不知道。有这首歌。A 绍克拉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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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一绍克拉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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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你的队友有答案吗？有啊。哈？哦。怎么唱？怎么唱？是不是？是不是你的歌啊？我的哪首？巧克力啊，巧克力。巧克力。啊 ，chocolate。太好笑！哇 ，Google 小姐都乱唱，乱唱哎，乱唱，练好再来好不好？真的，哎，我以一题险胜你，对你算是赢了，凯乐现在赢了一回合，刚刚的平手。好，还有一个游戏对不对？最后一个游戏是看一下，因为凯乐在 MV 里面算是一个坏的大侦探，对，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好侦探，好吧。你说的算那有笔吗？还是我们现在先不打开？哦，好，我要找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对，那题目是跟后面一样，对不对？好，来看一下题目来了没？所以我们是先圈完的赢吗？总共一题吗？还是？好。哦，就是跟这张不一样是吗？好。好，我没有跟这张。所以我们是先圈出来就可以，是不是？好，来吧。好，我准备好了。好，开始。啊，可以看了。可以啊。哦，可以看，那么棒哦。哎，这很怪。超好笑的。一个，两个。哎、欸、哎，这图做的蛮用心的。好可爱哦。我觉得好可爱哦。哎，我老板哦，可是有15个哦。嗯。15个哎、欸！哎、欸，原来是狗，很好笑哦、喔。那6个。哎、欸，我不能讲出来啊。6个。我们两个题目一样吗？啊。啊啊！看到了，好可爱哦、喔。哎、欸，我的狗哎、欸，啾啾哎、欸。嗯，谁啦？1234。好难哦、喔。18个。啊，请问这个图片没有印完，也算一个吗？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而且我就到这边呢，啊，所以这边还有啊，你没有印完吗？没有。哦，那你要 OK， 但是我没印完，是不是也算一个？我不知道了。啊，耶，啊，好好笑、哦，超级好笑、欸，对，也是好无聊，好贱哦，无厘头。哦，喂，我15个了吧？1234567891011，我怎么才11个？1234，我应该15个了。1234567891011121315，哎，我再算一次，1234567891011121315，你有15个。我15个吗？15个，可是没有错。哦哦，哈！我有圈15个，可是我没有圈到15个。谢谢了，我真的找不出来了啦。是什么？好，我们一个一个对好了。好，左下角这个你有没有？多了个黑蝴蝶的标志，你没圈到。这边没有啊。这也算？你以为我们浮水印啊？神经病！版权所有啊，那是你的版权，我也是印一个就对吧？我印黑蝴蝶干嘛？对。好，那这样我1分，然后这个哎、欸，这是什么？我没有看到哎、欸。变长靴。哦，变长靴哦。这好难哦，你有发现吗？没有发现啊，超难的。哇，这个好好笑哦。你们很会出题目。哇，这个变长靴，这个我们都没有。好，你的狗狗在这里。好可爱，我有。好，我狗有。哦，扣子变2个，你也有。对，扣子变2个。那你现在几分？你把它打勾一下。哦，一。你没有算吗？没有。
我先两，我先两分。那狗狗一分吗？那我这样两分。我也两分。好，泡泡变三颗，你有吗？我有。好，我也有。三分。然后上面我的脸有四分。然后罗志祥的脸有五。然后这个这张专辑有六。然后上面罗志祥，这是王子，看错了。七。然后这个黑面具有没有？有。八分。那这一排这个多的你有吗？这个你没有。他多很多没？真的耶！那这个的旁边的黑蝴蝶有吗？这个有。有，好。我是九分是不是。好，然后后面右上角的关晓雯。有。十分。大只的罗志祥。十一。那这右边是什么？我没了。哦，他多了一个椅子啊。哇，这好难啊，这里。一。我看一下，一二三四。我十一而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你我哪一个啊？你那个骆驼很多个那个？哦，对对对，插在这，插在这骆驼。但我觉得啾啾藏在我裙子里好可爱哦。我觉得长须才难吧。好可爱的。而且它是一边变长，另外一边没变长哎。对呀。不过我觉得最大疑惑是罗志祥带椅子来干嘛？这就算了，你干嘛自己带椅子来啊？他怕脚酸。好，OK， 好吧，合理。好好玩哦，这个。哇，这好难哦。对啊，你们很会哎。哇，这个图可以珍藏哎。可以。而且我们有印凯乐的浮水印。有没有人要啊？好，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新专辑已经发行了，对不对？没错，新专辑12月11号正式发行。然后我的第一主打《恋爱泡泡糖》MV 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帮我去环球唱片的那个官网。点击啊 YouTube 看 YouTube 对，然后3天破100万，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踊跃的帮我点击，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的 EP 签唱会的时间，12月16号星期天下午1点半在台中的大鲁阁新时代，晚上6点半在高雄的梦时代幸福广场，然后下一周12月23号星期天下午1点半在台北西门町的联合医院前广场。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详细的资讯，可以上我的 FB 找 Butterfly 凯乐，或者是我的 IG Butterfly 09288。然后最近我的 IG 还有我的 TikTok 都有办很多关于恋爱泡泡糖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我只能说专业的主持人就是不一样哎，啊、一口气全部讲完哎。对，我看很累。而且他们一口气讲完是没有小抄的那种哎、因为很多歌手都会偷偷写在后面的，会贴在那边。对，所以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波主打歌叫做恋爱泡泡糖。对。第二波主打歌什么时候会出来呢？第二波主打歌17号，就是下个礼拜就会出来了。所以还有大概有10天才会出来。没错，是韶文喜欢、关关喜欢的一首歌。对，凯乐有跟大家约好会把它弄出来，给大家听。17号就是会把新歌上线，没错。然后专辑什么时候发行？12月11号正式发行。然后恋爱泡泡糖已经数位上架了，大家可以到各个音乐平台合法的下载。谢谢。好，今天谢谢凯乐，谢谢。大家记得要去参加他的活动哦，12月16号还有23号在台中、高雄跟台北。没错，等你们来哦，要来要来哦。拜拜。现在呢，我要欢迎在场后今天的17位待定区的选手一起出列，而今天要淘汰你们的人呢，不是坐在台上的5位老师，是在你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乐手老师们。这一位我要说的是，好几个人。我觉得对于这个节目来说是很重要。